在我们正朝北方前进，春天的西南风已经来了。出发前，雄鹰号的指挥官 Rogers 告诉我们，去寻找我们的姐妹吧，愿上帝保佑你们。他把一枚黑色的铁钉放在福摩斯的海域上，就是在那块凶险的地方，我们失去小金号的消息。雄鹰号和小金号都是美国的太平洋舰队的船只，那么它都隶属于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将军指挥下，那个人叫做波利。那你如果读日本史就知道，日本啊被迫门户开放啊，是这个波利啊，他带领了几艘军舰啊，使到日本去逼使他开放通商的。那这波利呢，他到日本通商之后呢，他有好几艘他的军舰啊，就是派往日本南方啊这边来做探查任务。那这种探查，这些军舰的探查任务呢，通常呢做的任务里面有包括说地形海岸的调查啦，自然生物的收集啦，或对民情风俗的了解，对港口港湾在探查。那些船呢，雄鹰号、小金号还有一艘叫做统江号，这三艘原本是在一起的。那有一次呢，不晓得是什么原因，在探查当中啊，这个小金号跟这个另外一艘船啊航过台湾之后呢，他失踪了。那这个雄鹰号呢就被负责一个任务，就是回来台湾海域重新来找这个小金号，到底他在哪里，或者说还没有随手留在台湾种种情形他都去做，等于是再一次的调查。那他之前他已经来过台湾了，这是等于他第二次来而且他这次来呢，他特别呢走的路线是东海岸，因为东海岸是他一直没有去过的地方。那他也听说东海岸是一个有一些什么杀人的、喜欢砍头的一些土著啊，他对这个很好奇，所以他们沿着东海岸来寻找。西元1855年3月。雄鹰号这趟航行的任务有两项，一是回到东海岸探勘，第二呢是寻找失踪的小金号。雄鹰号它所锁定的搜寻范围是在台湾西南海岸和东海岸，于是呢他们等待着春天西南风的到来，和另外三只船只分成三条路线，就从香港的临时基地出发，再度的北上寻找小金号，就从那里开始了。3月26日，我们又回到福摩斯海域。航行中，我们不时搜寻海面，看看是有破碎的木板或藤子，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现。在北风强劲的吹袭下，船晃动得很厉害。就这样，我们一路辛苦地摇晃到了，那里是一片有大大小小的岛屿组成的群岛。3月27日，将船驶入一座港湾里。船上的中国仆役说，这里就是哈宫。这里是马公的商用码头，当年 Herbert Shen 他们所称的妈公，也就是现在的马公。雄鹰号呢，在海上航行，他所听就是马公。在100多年前，妈公港它的面貌是什么样子呢？因为这些水道没有树荫，
所以呢，大船入港之后必须靠小船来接驳。相信 Herbert Sham 他们也是靠小船接驳才能上岸的。如今呢，马公港的各项都是相当的现代化，大小船只可以任意的停泊在岸边上，跟百多年前比起来是全然不一样的。为什么雄鸡号来台湾的第一站会是澎湖马公？这是很简单的理由，因为所有的船只当时啊，从香港啊，尤其是从香港出发，因为我们刚刚讲过说，雄鸡号是等于是回过头来找小金啊。那他们的旅行啊，以前从东南亚这个南方上来的航啊，西方人的军舰或船只啊，他第一站一定先到香港，那从香港呢，再慢慢的沿着东这个大陆的东南海岸慢慢上来，一直到福州这个地方，或者我们称为说厦门。厦门我们知道对岸有一个鼓浪屿，鼓浪屿是一个西方人居住的岛屿。从那里呢之后，如果说他要继续北上，他就北上的；如果说他要来到台湾的话，他一定要经过台湾海峡啊，才能够到台湾。那台湾海峡中途就是澎湖，那他为什么会先到澎湖？因为是因为要取得水源，第二个是打听看看有没有小金号的消息。所以接触到马公是很正常的，因为所有航线要经过这里，因为他们是要目测航线，所以一定先看到马公，先在那停。马公旧名妈公，主要是跟天后宫有关，因为天后宫可以说是澎湖地区最早的一座古庙。另外呢，从清朝初年开始，天后宫附近变成整个澎湖唯一的一个购物中心。那老百姓要买东西的时候，就说我们到妈宫去买。那这样子一代一代的口耳相传，逐渐就把那个购物的地区称为妈宫，一直流传到现在。那至于现在的马宫，那是因为日本人以日语来发音的时候，他们称马公、妈公，啊，我们叫做妈公为马口，那改成汉字呢，就是现在的马公两个字。那日本海军据说在民国八年的时候，习惯在他们军帽上面写马公两个字。那到第二年，日本政府就在官文书上直接称现在的马公市为马公，延续到光复，一直到现在正式的名称。叫做马公，但是民间还是称它为马公。上岸之后，我们看见一座庙，街上的店铺有瓜菜、盐、鱼、小点心。
中国扑鱼说，这里是南角，是妈公最热闹的地方。在清朝时候的马公，当时还不是澎湖的经济中心，那个时候马公的居民数量很少，那大部分的人都是渔民，那他们渔民要考虑的生存条件最主要就是要有沙滩，可以方便他们把舢板推上岸来。那马公的在天后宫西南侧这一带的海边刚好合乎这个条件，那这个条件呢后来发展成一个小聚落，也就是现在人讲的说马公的南甲。好，那这个南甲本来是渔民居多，那他们的船啊也没有码头，就是需要靠岸的时候或者说有那个大风的时候就直接推到沙滩上来。那至于后来的清朝时候的一些官船或者商船到马公来补给或者是来停靠，大概也都是需要停在比较深的海域，然后用小舢板去做摆渡，把人员啊或者是物资运到船上去。清朝时候的天后宫旁边据说是有清朝水军所盖的一座供奉水仙的庙，就是现在的所谓水仙宫，但是因为年代久远，这个庙究竟原来在什么地方已经没有办法查考。那我们从史书上只知道说它是在马公的旧渡头旁边，那这个旧渡头的照日据时代留下来的一些少数的文献来看啊，一般是认为是在天后宫西侧的斜坡上，因为当时的天后宫的庙城就下面呢、啊、就是海了，啊，那如果再这样看的话呢，大概应该是在现在的民族路口一带。那到光绪13年的时候，因为盖妈宫城，那整个渡头就往外移，所以也就迁到现在的这个中山路四巷这个县址这个地方重新盖的。但是原来是一个一层楼的小庙，大概在民国18年的时候，地方人士发起盖成两层楼。我们从地形上来判断，在100多年前，赫伯逊他们一行人到达妈公港上岸之后所见到的寺庙呢，不是天后宫就是水仙宫。但是今天的马公这两座寺庙距离海岸都有一段路程，原因何在呢？因为这个沙岸经过填高，陆地向外延伸，所以形成了今天不一样的风貌。透过中国扑译的翻译，我们在街上向居民打听小金号的消息。一些妇女和小孩远远看着我们，男人有黑的脸上，有警戒的神情。一群狗向我们乱叫。听说荷兰人曾经占领这个地方，这里的居民也会抢劫外来的船只。西方人会侵略澎湖这个地方，我们远溯至荷兰时代，他把那地方当成一个海军基地。那实际上澎湖因为是一个没有森林没有山的地方，很容易他等于是很容易攻占的地方，所以荷兰那个时候后来也就是弃守了，只有到了1885年的时候华哥就再战一次，因为在台湾打等于是打失败了，那只好到澎湖去。那澎湖人本身为什么会抢劫啊？这个渔民会抢劫，因为澎湖的个性一直到今天，我们都觉得他的个性里面有一种所谓的海盗的性格。所以海盗性格并不是说他们不好，而是说因为这个地方居住的人比较穷，那他们要对一个地方获得一个比较大利益，譬如说我们
或者大力的时候，都是整个村子一起来做一个事情。比如说到今天我们都知道，在很因为台湾的海岸很容易走失，那澎湖的话，我们常常去的人就常常取笑说，澎湖是整个村子在走失的，啊，因为澎湖的人都很有钱，因为他们整个走失是因为他们这样子说，所谓邻里要守望相助啊，他们是整个守望相，也不能说守望相道，就是说他们互相去帮忙，因为他们都比较穷，他们要从外面获得资源，啊，尤其这个现代，那现在的资源当然不能可能去抢劫，而是说他们运用的时候去做一种生意，可是在早年他没有生意可做，最后传来的时候到集体去分赃。我们来到海滨的一座庙前，中国溥仪看见了，立刻跑到神像前跪下膜拜。这是观音佛祖，向他祈祷，他会保佑我们找到小金号。那些中国人很虔敬地这么说，庙里面的人不少，男女都有，他们手里拿着香，有的跪在地上磕头，有的对神像喃喃自语，每一个人的神情都很恭敬。我们从时间和地理位置来判断，当年 Herbert Schirm 一行人所见到的寺庙，应该就是这一座供奉南海观世音菩萨的观音亭。观音亭呢，创建于清康熙35年，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向来是澎湖居民的信仰中心。1884年中法战争的时候，观音亭的18罗汉像和中古法器都被法国军队洗劫一空，观音亭呢，于是就逐渐的倾颓下来。后来经过几次的修建，目前我们见到的观音亭的规模形制呢，是民国48年所重建的，也是澎湖的古迹之一。这座小岛上大部分是草原，树木很少，地形起伏，有几个小丘，没有高山，水源很少，土地似乎很贫瘠。听说这里会下咸雨，毁坏农作物，食物很缺乏。这里的房子很低矮，墙壁是形状不规则的石块砌成的，房子四周的田地里也有一道一道矮矮的石墙。早期澎湖居民的生活是相当艰苦的，因为澎湖的移民大概都是从金门一带，生活实在是过不下去了，才到这边来另谋发展。那以这个地方的天然条件呢，其实并不是很好。第一个呢，雨量少；第二个呢，季风强。那每当秋冬东北季风大起的时候，那个风经过海上，常常带起海上的一些海水，就变成所谓盐害。啊，那个我们通常称为咸风，就是风中啊含有海水的成分。那这种成分一刮上来之后，所有绿色的植物都马上变枯黄，因此整个岛上
根本没有办法长出所谓的树木。那本地因为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四面的海岸线一到退潮的时候，通常都有很广大的潮间带，这个潮间带主要的底质都是珊瑚礁所构成的一种叫做石灰岩。那这个石灰岩我们本地人称为老古石，那它把它挖上来之后，大概经过两三年的风吹雨淋，慢慢的盐分减少，那也会变得比较坚硬，所以变成澎湖人的房子绝大多数是用老古石来当建材。那除了这个经济上的考量之外啊，如果是用石头或者用砖块，那就必须要有比较好的粘着剂。那用老古石盖房子啊，没有粘着剂照样可以盖，因为老古石它是不规则状的，彼此的犬牙可以互相的这个咬住，卡得很紧，所以在挡强风方的能力方面，效果相当好。船上的淡水不够，我们必须补充一些。溥仪带我们去一座井取水，那座井不深，水流清澈旺盛。我们继续往前探访，发现一座石头盖成的大房子，看起来清幽雅静，屋主一定很有钱。这是文史书院，又称为孔庙。在乾隆三十一年西元1766年的时候，由澎湖的通判胡建伟他所建造的。由于呢，这个建物是以澎湖特产五色缤纷的文石所建造，因此呢被命名为文石书院。经过了多次的改建，现在呢却成为一个危险的建物。Herbert Schön当初他们所建造一个美丽的石屋，我们来推测很可能就是文石书院。而当时他们取水的那口井，根据志书所记载，在现在的省立仁爱之家墙外呢有一口嘉应亭井，井虽不深，水旺而清，在当时往来的商船军舰大部分都在那里取水。只是很可惜的，嘉应亭井呢已经被埋没，无迹可寻了。而另外在码头附近，我们还有一口四眼井，也是当时的主要水源之一。 Herbert Schön 他们一行人取水的井，或许就是这两座井的其中之一吧。3月28日，我们到港湾南边的夹角沿路打听，仍然没有小静号的消息。这座岛上的沙滩很美，沙子纯净柔细，海水缓缓淹上沙滩，又缓缓推开，波浪平静温柔，海湾是那样的宁静。当地有一种传说，在附近的海底有一座沉没的城堡。这个湖景沉沉这个传说应该也有好几百年了啊。那湖景已是在这个马公市的南端的一个小岛啊，它算是它目前还有人居住。那这个岛呢，它本身就也是一个仙武岩的岛屿。那它整个岛上是仙武岩岛屿，但是它在的海底呢，这个仙武岩的岩脉呢一直延伸到海底。那我们也曾经派人去潜水过，我们经过检视相关的这些录影带文献以后呢，我们是目前比较了解它比较像是一个岩脉。那目前是真的没有其他的检验说有曾经有这个有人居住的一个痕迹，但是在这个看起来是真的很像一个城墙的一个结构，所以就这样子传说下来说曾经有一个城城，有一个城从这边沉下去。在马公停留两天没有小静号的消息，我们决定离开前往 Formosa。
三月二十九日，越过黑水沟时，遇到暴风，凶猛的恶浪，几乎要把船打翻了。我们无法靠岸，不得已只好将船转向南方。三月三十日，天气晴朗，我们到达小琉球。这座岛非常小，沿岸全是各种形形怪状的珊瑚礁岩，平地很少，没有高山，只有一条小溪。渔村里有男人正在整理渔网，女人蹲在地上切个刚刚捕获的大鱼，他们看起来亲切而且和善。我们走到高处环顾四周，哇，真是美丽的海岛，深蓝浅蓝的大海，风平浪静，海上有几艘小船静静停在海面。住在这样的小岛，生活大概很悠闲吧。航海图上的小琉球位置不正确，我们进行勘测，更正航海图，同时查访小金号的下落，但是没有收获。这里是小琉球，雄鸡号离开了澎湖之后呢，原来想直接行驶到台湾本岛，可是呢，他们在海上遇到了暴风，不得已呢向南行驶，停靠在小琉球。他们除了想探勘这个小琉球正确的位置之外，他们也上岸想打听小金号的消息，可是呢，并没有任何的收获。当时雄鸡号在小琉球的活动记录，我们能收集到的并不多。一百多年前这里的风貌是如何呢？当然在地形的景观方面它的变化并不大，可是自从小琉球成为热门的一个观光小岛之后，相信某些地方和当年 Herbert Schwimm 他们一行人所见到的必然有不少的差异吧。是台湾十四个离岛中是唯一的珊瑚礁岛，这珊瑚礁岛也深受大家的这个重视，所以观光事业在这部分也深受政府的重视。那小琉球在发展观光的过程里面，我们也尽可能去维护这个景观，可是难免也有一些这个破坏。学长说我们小琉球呢，这个原来有很大的群礁，这现在这个港口啊就是群礁的很发达的地区，后来把它变成这个港口以后就破坏掉，还有这些小港口啊也建立以后就破坏到我们的这个潮间带，还有小琉球原来呢有一些白沙沙滩的地方，后来因为这个建设以后就被破坏掉。还有刚刚所讲的像小溪来讲，小琉球以前缺水，我记得我小时候啊都到溪里面去什么去游泳啊，或者抓这个什么虾子抓蝌蚪，现在这个溪已经不见了，这是蛮可惜的。或者以后我们的建设上我们应该要兼顾到这种生态的保护跟环境的维护。小琉球之后，我们转向房柳附近的海湾探查。距离海湾不远的地方有一座庙，附近居民似乎不少，我们决定上岸看看。
或许那里会有小静号的消息。这个庙是建基两百多年啊，两百三十多年啊，哦，所以盖老热。啊，这个因为近海甲近山，啊，出入的船只真多。不但讲咱遮的啊，这船只大小只看会到，无论伊伫讨海的，伫创号的，无伫为外国经过的船，拢总看会到。不但伊，伊阁看这间福德宫，阁看会到。这个天龙定海年佛法，这个金箍有一个修罗，甲一个伊佛赛仙女的这照片。这个创立231年啊。啊，这个是讲本来完全哦，这间庙会使讲无半线起起来，会使讲去加安哦，实在有那一个真安慰安。这里就是屏东县枋寮乡的新隆村，它的旧地名是大武力庄。据说这里在200多年前呢，就已经有很多的居民在这儿居住，因此呢。Herbert Shen 他们一行人来到枋寮的时候，或许他所探访的村落就是这里。3月31日，离开枋寮向南行驶，在车城外的廊桥湾泊船。这座海湾安静美丽，海水的蓝色。像清澈的蓝水晶，是那么清凉干净。听说常有外国船只偷偷从这个海湾上岸进入南佛摩萨，但是据说岸上住着一群凶残的土著，不但抢夺外国人的财物，还会杀害他们。所以我们没有上岸，只在船上以望远镜眺望岸上的小村，并且继续探看附近海岸的地形。小静号仍然没有下落。在1870-60年台湾开埠以后啊，其实有一段很暧昧的事情，就是所谓暧昧的事情，就是说西方的人哦，他们常常。冒犯了中国的清朝的禁令啊，因为清朝人啊，清朝的这些官员，他们非常的害怕西方人单独跑去跟中央山脉的土著啊，什么台湾族、泰雅族去交涉啊，去谈什么利益，他很害怕被出卖掉啊，所以他们如果说希望要到台湾的内地旅行，其实都要到每一到一个镇呢，都要到一个地方的官员先拜会。然后所以才能够进去。那官员常常也很怕事啊。你来的时候，我就说，因为就好像进入海关，他们怕事啊，最好是不要了。劝你说那么多钱，或者都劝你不要去。那西方人他有一种奇怪，就是说，你越不要我去，我越想去啊。甚至说，因为每次到你那边，你们都会这样烦我，那干脆我就不通知你，不知会你，我就偷偷跑去了。那这个廊桥湾这个地方呢，刚好是什么天高皇帝远，这个地方没有。清军的守卫军或者什么任何官员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也常常是希望单独跑到这里，然后就直接去那个地方去跟土著交易。4月1日，我们在附近海域沿着海岸来回探查，没有任何发现。今天的海面平静，深蓝的海水在阳光下闪烁刺眼的白光。不远的南佛摩萨海岸，绿色的树林茂密，沙滩宁静，但是这片海域的船难很多，充满各种可怕的传说。航行经过这里，我们好像在地狱的入口打转一样。熊七妖为什么会在那个巴士海峡那个附近的海域停留的比较久？我猜测啊，因为我们不是那个船上的人员，我们猜测。但是以我自己当海军的经验，
还有对十九世纪台湾史的了解，因为当时他们手上所握有的海图，当时他们的海图可能跟清朝官员一样，只有一个对西汉一个比较大的了解。那样的海图摊开来，并不是今天台湾的像一个番薯，它摊开来可能是一个香蕉。所谓的香蕉，就是说从中央山脉以西啊，这个西海岸的城市啊，它比较了解。那中央山脉以东，它是完全的陌生的。那今天他来到这个巴士海峡这个地方啊，等于是马上就要进入东海岸了。这个一个最边缘的一个地方啊，任何的一个城镇或一个任何的可能性的东西啊，或一个村子啊，他都会很好奇，因为从那边他可以接触他，或者可以打探到什么任何的消息。那个消息不只是可能是包括东海岸的更进一步了解，那他去那个地方的话比较能够掌握。那第二个是因为这个地方风浪比较险恶，那这个地方常常出事，后来我们知道卢面号在这边出事，因为这样风浪险恶，所以他这边可以打探看看是不是有小金号的消息。四月二日，我们绕过 Formosa 南端，从这里开始，在我们的西侧就是充满神秘的东海岸了。我们向北方前进，直达海图上东经22度22分，北纬120度54分的地方。航海图上东经22度22分，北纬120度54分的位置，赫伯逊他们一行人呢，在船上见到一个美丽的海岸，就是台湾族人的居住地巴郎卫社，现在的台东县大武乡。我们都晓得，台湾族呢，在本省各原住民族群中，他们是人口数仅次于阿美和泰雅两族的第三大族群。主要的居住地呢，分布在屏东县的8个山地乡和台东县的达人、金伦、金峰、太麻里、大武等部落。风浪平静时，我和一群水手到小艇冒险上岸。我们很惊讶地发现，住在这里的不是赤人的土著，竟然是汉人。我们上岸后看见，除了妇女和小孩之外，所有男子都带着火绳枪与弓箭。中国仆役比手画脚和他们交谈，但显然的他们都不太了解对方的意思。这些汉人似乎住在一个长久安宁的地方，和附近山区的土著和平共处。那个我们大武社群100多年前大概就是住在喂高马港这个地方啊，不久晚还有少个塞这个地方，然后汉人那这个族群慢慢的结合以后，就像现在的就是现在我们的大鸟村的大概100多年前的基点就是这样。那汉人大概都是在大武这个地区，大武现在这个县地这个地区，那个大部分都是从商的人口比较多。据老人家所述是大概不到100人，就是100多年前，纯粹是以交易的方式。那他们交易方式就像我说的，就以物换物啊，他们用那个兽皮啊，那个头饰，还有那个头那个壳啊，角啊，牛角啊这一类的，去换一些米啦、盐啦、衣服啊、服饰这一类的东西，大概他们的交易性就是这样。因为呢，而且这不巴拉克呢，有米东西，那个这边呢，那个有米啊，叫做有米喂。那葡萄这边呢，我讲，叫做什么样的那米过来哟。他说他们的婚姻婚姻的那个情形是这样的，这个当初因为原住民群比较多，然后汉人少嘛，大概10个男子里面汉人大概有7、8个
都跟那个原住民通婚了，大概，所以我们这边很多那个早前的，哎，那个在上有哥哥在不？大概是这样了，他特别特别提这种，所以以前我们那个乡长他也是哎努古啊，就是汉人跟这个原住民结婚的。我们越过台地，想攀登后面的山区，但住在那里的汉人一直警告我们，会被戴耳环的土著割掉头颅。这些汉人似乎害怕土著，但是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他们有勇气，而且执意要留下来。我想这些人大概是中国的流放吧。那个有关我们这个盗琴社那个猎人头，老人家说，在百年前他是有听闻的，但是他不是正式的一种猎人琴，他是说部落主琴跟部落主琴当中有冲突的话，也许他们有相长的说法，有这个猎人的琴式啊，大概是这样，但是不是正式拿来这种祭祀的一种仪式那种没有，跟汉人的部分的话就没有这个情形了，这大概是这样。他所听闻的大概就是。而且真的是，而且搞起来，你们那怎么这么好？那野外动物什么的，小孩慢慢慢搞发不了。这个赫伯夏，这个熊基浩的这个韩军中，他写到一些汉人在东海岸出现啊，他有一个很大的意义，他很大意义在于说，因为我们以前读到这个汉人到东部开发历史，一直是从汉人的文献里面去接触到这些，或者日本人后来的史料，可是呢，我们现在看到说，从西方的旅行家的眼光里面看到，也有一些汉人在那边居住，他们也用不同的角度来看汉人在那个地方的一个定居的情形呢。我觉得它的意义在于说，他是从西方角度去看他。我们决定放弃登山，正准备返回船上时，有一名叫哈德曼的水兵却脱离队伍，独自跑到附近的山区打猎。回来之后，他告诉我们，他遇见土著了。我爬上一处山坡的大石头上休息，正在眺望太平洋时，有三个土著在我背后悄悄出现。我虽然有短枪、猎刀，但是我不慌不忙，只掏出一元墨西哥币，买下他们的弓箭和刀。那些土著有高大的额头，皮肤古铜色，好像印第安人。水兵哈德曼这样告诉我们，但是他大概是吹牛的吧。他是狂奔回来的，而且两腿不停地发抖，表情好像做了亏心事。他心里一定怕得要死。他到东海岸，其实他停留的位置不太多了，只有少数两三个地点而已。那这个大武是他最主要的一个区域，他跟汉人有一个接触，也有跟原住民，有短暂的接触。他其实当时是赫伯夏他们的接触原住民，其实是一种害怕的心情，因为在他之前几乎对东海岸是完全一片空白，他们听到都是传说说原住民会砍头啦，会吃人肉啦，这些一直在他们的那种，他们的一些，探险的、旅行的旅行家的里面口耳相传的、啊，所以他们对原住民还是相当陌生的。是到后来，他们之后慢慢的，大概有二三十年时间的，慢慢的对这些原住民熟悉以后，有了一些交涉。这些交涉里面，就让清朝人官员很紧张。可是在这个赫伯夏的时候的接触，其实是一种，好像这种我们经常想象小孩子在偷看一个东西啊，偷看一下，然后盖了就跑了一样。那样的一种心情，他完全不是很了解这些原住民的习性、行为，或者生活上的，或者他们的分布怎样，都还不是很清楚。四月三日，离开巴朗卫社，继续北上。今天云层浓厚，光线昏暗，航行大约一小时后，果然。暴风雨开始了，高耸的巨浪像座小山，用力打在船上。
船身被晃动的好像要翻过来，我们被迫远离海岸。在一片昏暗中，无数从地狱来的大浪就像是魔鬼撒旦的手掌从天空覆盖下来，雄鸡号几乎要被捏碎了。4月4日，我们已经远离海岸，现在海面逐渐恢复平静。我们调转船舵向 Formosa 的东海岸靠近。4月5日，我们又回到海岸边，在花莲溪的溪口附近泊船。根据 Beniowski 的记载，这里蕴藏大量的金银珠宝。我们决定下船，沿着花莲溪进入陆地探看。19世纪，这个赫伯夏他们来到东海岸的时候，几乎是最早第一批的啊，来接触东海岸的西方人。可之前呢，还有一些人有接触过东海岸，就是17世纪的时候荷兰人。荷兰人那时候在台湾也住了20几年，那他们在东海岸为了寻金呢，先不断的派探险队过来，记录很多事情。后来又有一个波兰的那个流亡的那个男爵啊，伯约斯基带了一些人来过台湾的东海岸，做过一些冒险的旅行。但是这两种旅行里面，我们知道，这个雄鸡号的这些官员啊，他可能不一定懂得荷兰的古文，也就是说，当时荷兰的旅行，他们可能是不是很清楚的。他们比较清楚，可能是伯约斯基的传说，伯约斯基在那边的打战，或者谈到金子的事情。那打战的事情会使他们误以为说，这东海岸可能有一个王国或者一个族群，这个很凶悍的。啊，另外第二个就是说金子，他们在这里很好奇说，也许这边真的可以发现黄金。我想他们对这两个印象应该是相当深刻的。但事实上，东海岸是不是这样子？当然不是，好，所以他们等于是第一批来揭开东海岸真正面纱的第一群人。这里是花莲溪的出海口。4月5日这天，雄鸡号呢就停泊在溪口的海岸上。Herbert Sherm 一行人下船之后，他们就沿着这条溪，往上溯行，继续去探查。可是呢，他们并没有发现到。YP 他所说的金银珠宝，可是呢，他们却来到了一个汉人的聚落。这个聚落到底会是什么样的地方？我们来到一处可爱的山谷，这里垦地广大，居民稠密，他们的房子是石头盖的，庭院整齐干净，铺着草皮。种植果树，我们很惊讶，这里住的是汉人，而且过着文明生活。但是我猜想，这些人是中国流放，是土著的奴隶。等他们把房子盖好，一定会被土著们吃掉。雄鸡号来到这个东海岸的这段时间。还是西方旅行家还没到台湾，就是说不能到台湾来开户，说有领事跟海关人员的设立，还没这个时间还没到了，所以他们对东海岸，他们来到东海岸的时候，看到这些汉人呢，基本上这些汉人也不是我们所谓的那种所谓比较什么自耕农，然后比较有钱的人家，或者说来这边的罗汉脚来这边垦荒，因为这些人基本上都还是在西海岸，那回到东海岸。多半是那些所谓的流患，或那些已经在对岸的海岸，对岸的那个福建啊，或者广东已经没办法混下去的啊，或者在西海岸也没办法生活，才被放逐到这里来。那这些人的生活当然很苦，因为什么？他们没有什么样的资源，他们通常当时就只有一个锄头什么，然后就居住在那，自己要盖房子弄什么东西，然后他还最大可能是他可能被原住民。不断的来骚扰欺负他们，所以当时是非常的卑贱的生活着。
下五船对迄、那个花莲铁口迄、那个做花莲港停留了后，才有一个牛车路直接到这个咱这个即马现在的五船，即马咱即马徛的所在，伫遮开垦。也当时因为木龟对太太阳族的这个木龟虾有五种哦，会五虾的这个太阳族。常常出来出草，就是要斩头壳，所以不得已，我专家才做一个石堡，真高的石堡，就是咱的石城。对这个纪念碑后边遐开始，即马现在看得到的石堡还佫伫个，吼、哦。遐头前这个路边有一个迄个水圳，即马是佫改良做阿摩陀冲过来，迄水圳要伫个。还佫这个古井，就是咱即马金江院看出去遐有一个150年前的老古井，就是咱先人要吃水的，对迄个古井提安尼。这个是150年前的古井，伫下底。啊，这下底这个古井吼，即马现在，伊较早到尾啊用木闸抽水起来，即马可能无用来款。听听听，这声波，有无？哦，啊，这水准，水准，即马这个机轴啊过，较早的水准真简单哦，即马过机过，这水准了低的，这五船水准，这水准会使过咱即马汉人来纪念这个水准，袂使过，安尼好啊，咱袂使过甲加工过，哦，啊，东华台讲要从咱落去，可以看安怎做，最好是唔好有这个。我们回到船上，再沿着花莲溪口南下。四月六日，在海岸附近探索30多公里，没有发现 Benyowski 所记录的类似港湾的波船地方。我们开始怀疑他的故事可能是假的。波威斯基是一个波兰的一个公爵。他因为打败战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然后在西伯利亚的时候呢，他和一群罪犯呢，抢了一艘船呢，驾着船逃跑，然后后来就跑到台湾的东海岸这个地方这边，然后他来到台湾东海岸的这段时期呢，他写了一个报告，这报告是他一本书里面其中一部分，啊，那对台湾这个当时呢，因为台湾人，当时西方人对台湾并不是那么了解，所以他对台湾，我个人的感觉是。有一点点是夸张说他在看到了金银，或看到了什么东海岸有什么大的部队啦，他带他去打败了更北方的部队这样的情形，但是他提到两个登陆的地点都是现在一直深感兴趣的很多后来历史学者都深感兴趣，第一个就是他可能登陆了花莲溪口，第二个就是当时的奥迪，我们研判是奥迪那个地方所以博威斯基的旅行啊，虽然我们知道他吹牛，可是他还是一个历史公案。到目前为止，我想这个公案，因为年代已经久远，所以可能会一直传下去。四月七日，这一次探勘并不成功，我们离开花莲沿岸，结束这场大冒险。